真的卖得蛮好的，然后我觉得很开心，就是今年从去年开始，虽然疫情，但是我们还是很努力的把这个品牌给完成了这样。然后目前都是还蛮开心，就是大家的回馈都很好。像我昨天去露营的时候，我也带了十包去，是连外国人都说要抢着带走的那种。也太好吃了，而且主要是真的非常的方便，对不对？很方便。好，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想要做理想主义这个品牌呢？其实一直本来没有想要做这个品牌，但是就是因为在去年开始去上了一些证照课的时候，就觉得说好像一直想要做一个让大家在吃东西上面是不要再去想说这个东西不健康，或者就是希望大家吃到健康美味的东西。那为什么会做牛肉面？就是因为我觉得从小我爸常带我去吃的东西就是牛肉面，然后我最喜欢吃的也就是牛肉面，也以至于我每次只要经过任何一家牛肉面店，我都会想要走进去吃吃看。而且其实牛肉面其实也是台湾的一个文化传统，对，想要把它更发扬光大，传承下去。对，而且就是因为自己也很喜欢买这种即食包的东西，然后就觉得一直没有吃到自己心目中最喜欢的味道，就是少了一个什么。对，然后后来就是跟合伙人忽然发现了这个厂商之后，我们经过好几次的调整，一来一往的调整之后，终于就是试出了这个我喜欢的味道，然后就做出来这样。就现在其实上很多证照课，就是为了希望接下来让理想主义的消费者觉得说我是真的很认真在做这件事情，让加强我们消费者的信赖。他先吃吃看哈，都你啦，我一直在流口水。好香哦！怎么样？看一下正前方哈，先让媒体朋友补拍一下。那个肉真的很大片呢。好，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特惠价900。